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这一台麦克顿的酵母机，麦克顿的酵母机。然后我先打开它的外包箱，这打开应该正常人都会吧。它很重呢，都当呢，都盖听。然后打开里面还有两个神奇的神秘小东西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而且这台哦，跟你们说哦，这台是我这种懒人。它打开我们哦，不用组装什么，两个零件而已，只要组装上去，配合它的变化就可以做使用了哈。像这台啊，只要110V 的电源哦，不像工厂220V， 它看起来像工厂用的东西，但是其实你在家里就可以做使用了哦，非常方便啊，非常方便。那我们来快速的安装一下这两个。我想看更换纱布袋，现在帮你示范一下如何更换纱布袋。由这边打开就可以轻易的更换纱布袋咯。对了，这个底下有一个集成器，要松开才能做更换哦。这样就松开咯，这就是集成器。这个集成器是麦格顿的独家设计，它可以集中你磨砂后剩下的木屑，是非常贴心的设计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松开这个纱布袋了，大家就可以做更换了。这台酵母机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就是会变形。那我现在来变形看看。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一个先解开，它里面可以控制砂轮带轴的地方的方向，它可以让它控制成平行或是90度，然后再利用这一个它附赠的起子去转松。这边松开之后，就可以轻易的呈现90度角，像这样子。除了磨木材之外，还可以磨指甲哦。啊，不是我指甲，是我们张家猫咪彩彩。彩彩快上镜头，彩彩快上镜头，快赚你的罐罐钱，快！如果喜欢我的介绍的话，可以订阅下方木百货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更多更有趣的木工小知识喽。